啊，一人我说嘞，也没啥事，就是饮食注意点，按时吃饭，还有，别生气。佳妹，你说说，这能不生气吗？不气。有什么办法让不生气不？不生气。那你头发长嘞，走，我跟你一块去剪头发去。装。就不帅了。装啊。咱剪帅帅的。好，那配上你是吧？嗯，看扬言。你看，小帅哥把头发剪好了，是不是？小帅哥的老男人。老男人也是，在我心目中就是帅。对，看来心情好多了哈。啊。胃不疼了是吧？嗯，好多了。喂。啊。郑子楠，要不你送我一块儿，咱去把羊叫来，他给他爸妈。喂。啊，就是不是这十一了吗？他接走两天。明年都上学了。对，明年都开学了。啊，现在去把他接回来。哎，走吧。事儿真多。晚上咱妈给你做好吃的哈，那姨给你做好吃的，你不要不好意思见他。我真不好意思见他，因为我还没完成任务。没事。拜拜了，我们去接羊去。